大家好呀，我是花猪。官方公布了水神弗宁娜和白竹的卡池，我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，同时提供一些抽取建议。关注花猪，有游戏问题都可以私信问我哦。希望朋友们点个免费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支持一下花猪。点赞、投币、收藏10金验，转发5金验，早日升到6级的同时，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吧。祝大家抽卡圆梦10连多金。首先，卡池陪跑4星角色为北斗、克莱、夏洛蒂，这里只推荐 XP 玩家抽白族。接着来说水神，他是脱手型辅助角色，可以召唤仆从来攻击敌人，还能为队伍角色提供增伤和治疗，铁打的辅助流水的 C， 抽水神绝对是不亏的。之前在水神还没时装前，有一部分人在传水神是内维莱特的专辅，没有内维莱特不要抽，我想说可以合适配对，不代表就是专辅。草神能完美搭配赛诺，难道草神就是赛诺专辅了？问过逆路和海森了吗？只要是脱手辅助，可以搭配的队伍和角色多的去了，比如神子、黄女、香菱。另外封单之后就是火之国内塔，肯定有更合适搭配水神的角色，目光放长远一点，现在错过水神下次复刻起码半年以上，所以建议每位朋友都抽一个。零氪可以零命，月卡零命或者0+1、1+0，氪老随意，或者等水神上线有评测以后再抽。4星角色夏洛蒂是一位冰系奶妈，能为队伍提供持续伤害和治疗效果，元素战绩造成冰元素持续伤害，元素爆发为所有角色恢复生命值，这是他的突破材料，这次属于抽水神送夏洛蒂。武器池没什么好说的，想为水神抽毕业武器的朋友可以抽，想要祭礼剑的朋友可以抽一下试试水。这是净水流勇之辉的属性，88的暴击伤害和542白字攻击，特效就是给水神准备的。预计水神卡池关闭前，零氪玩家能拿50抽，月卡65抽，大小月卡68抽，角色池一般在75抽出金，武器池65抽，两个卡池抽数永远继承，但武器的定轨值不继承，出金后抽数和保底重置。大家请放心，后续有什么福利活动攻略资讯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，没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了。最后希望还没点赞、投币和收藏的朋友辛苦点一下支持一波，记得每天来看它哦。